هيجي ابو كايل ري ابو كايل زي ابو كايل ما اعرف نعوذ بالله دقع يا فينا طيب دقع ريكي ما توقع كيو ابو كايل ما كنا ابو عايل منو انا وياه يا ابو هلا لازم أمك أي بقوحة وكسنة يا سوكي يا بيها كل سجالة وكرايا وكسنة انت لك وكرايا وانا إني وسيتو إنا إذا بمو واتو تيجي خير ما سيباقي يا تعالى بقوحة وكرايا我叫你姐呢，叫你姐，看你这边嘛，哎呀，我是老爸，没得，那爸是哪个？我叫啊，几岁？你保密看那个鬼呀，他不讲你岁了，保密看。哪个叫你几岁？你的秘密，我是几个？ 他们都不讲他们年龄吗？不是都不讲年龄？那用科学小解释，是怎么样的？你们应该听见不？但不会干什么？不是有学问的，武装方面的，大学方面都有。还比外面出名呢？谁？你们看，在精神科里面还他们是不是还比外面还聪明？ 他们现在都买几个坏的，那是个装牙症，那是二病房，你买去，装牙症，瘦瘦那个，嗯，那是，那是，我不拿你给，你把这，加几公吧，那么多，我这个真的，这叫我没有，那完后，回来。 他起来，他们家很累，很累。那以前那里面有导弹吗？搞怪。我酒醉，被抓进精神病了。对，我就发疯，别抓我，什么？都是喝酒醉哦，都。阿兵哥，看了，大家看在。啊，也都是军队啊。军队，这是阿兵哥嘛。 十个拉一个，十个拉你一个，十个抓一个。那时候五个、三个、两个不行，一定要十个。十个啊！你全部来啊，军队。我说我不要住院，他强制我去住院呢。人家压扁了。他说我酒醉，直接给他镇定剂下去就好了。真的啊。有啊。 有多大？有隔壁是睡着了，睡觉了。805隔壁是陆基嘛？叫轻队十几个，而且有人在那边发病了什么？还是要打架？他天天脱开衣服睡下懒觉了，脱光光了。我酒醉是退呀，墙壁我穿病人的衣服啊。帮你换衣服了。对，他就。 打针我睡着了，我清醒，我怎么会来这里呢？对，啊，原来又是神经病科，每天就住这呢。那时候你们两个谁先住进去的？我
jeune. L'année déjà? Certes, oui. Au 106. 106, ça se là. 106, c'est bon. Donc, c'est toi, Nena?那是五十五岁人了，三十岁，到现在。我们好像一样，我看二十多，你个门路啊，门路啊。这门路？你身心科，你个比大批啊。有住院，有住院。他那手术，我帮你弄的。他去身心科而已。他现在有门路吗？有身心科。你有住院吗？ 都什么？都不少，好像二十多位，不叫八零五，跟你们先住。那个手册有分等级吗？有，像我们急诊科，我跟他出来。只是精神科那残障而已，你看那个就要钱了。那看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打给人。有那个重大疾病卡。 他那个有分，中度重度吗？以前是重度。你们两个谁的谁？我本来是重，重。你看看，我的跟你一样。轻度了，轻度是重度啊，或者。你是超重吗？以前是重度，极度重度吗？我轻轻轻轻，然后就轻度。你们两个槟榔炸不要给乱丢哈。 好了，再来。等下，等。我要说马斯纳罗，马斯纳罗。为什么？严重是不是重度啊？马斯纳罗。以前的阿兄在，这个一有住院就住院了。一万几百啊。阿兄，我们好看。阿兄，我们可以拜托我们阿兄。阿兄，嗯，你阿兄。阿兄。 明光的弟弟哥哥，阿松买的米，你老爹没在，开工厂，你在做啥？嗯，多难。他睡马路那啥，真是有，没活人的呀，你，你可没白包，你白白干，记住。他们那是什么？哎，哥哥，你来做。 他们来，来，后面吃那个。哦，你看出来了。啊，这过来，我今晚要接，今晚要拿过来那个，去加油，我给你放。嗯，放你哦，我拿哦，我反应呢。你不在，你不远。啊，你就嘛，啊，你就，啊，你在这呢。我到这呀，明晚。啊，你讲的。嗯，讲的。 当初啊，你，啊，你当有，我跟你讲，是啊，我没管，你哪里？都没看到他。那边过得好，我把他一个，你看，那个什么，新过桥一道过哟，嗯，新王哥，嗯，马哥，马哥，明了，过得好。 啊，你也疯了呗！没空过来他自己人了，啊，还是这？你在哪里呢？你暂时就在处理。嗯，你这，哎，不能，不能，那还要怎么办？那个叫做什么呀？